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苍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太阳陆定浩。大家好，我是林超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若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邱志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茂彤。我是江金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贝红林。耶、跟你可真是一样，我想听，我吃不了辣的都怂，对，吃不了辣的都怂，怎么样啊？怂，因为吃辣了之后对身体是不太好，因为会有点燥，肯定要辣啊，对啊，吃火锅一定要吃辣的，对吧？不辣，对啊、不辣算了，不吃辣的话就没意思了，对，对还叫什么火锅？是，这排队才是收场，那你选 B 干嘛？那你选 B 哎。这个就是智商有问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选 A。火锅吗？火锅。打字，打字，打字。全键盘是什么？很多二。哈哈哈哈哈！有键盘。火锅有二。哎，那你的底料很多哎。不是，你是蘸酱吗？没有，我看到一个九宫格，没有往下看，没有往下看。我我是一直在想这个答案，你干嘛帮我讲出来？我的话，我会很想要去看一下未来会变得怎么样。一到未来就高看到大屏上投着我们全部的唐人，是吧？来，二一，我是真实的，很真实，就是真的会到就是开学前的。前两天之类的，然后就开始做，因为前面就是放肆，就是老师说60篇作文，是，你写到已经就写到手段，我妈说吃饭了不吃，而且每天编不是有日记嘛，就说今天跟妈妈去了商场，硬编，对，然后说去爬了什么山，然后去干嘛干嘛，对，不能选择一样，好友真的很困扰，三二。两个东西真的很难抉择，我觉得不然就各取半吧。就是你光有，这基本上，这种基本上很重要，不是这种，基本上没特别大，对，没特别苦。是养吗？不然呢？你要吃火锅九宫格吗？你要变成猫还是狗？因为我从小就是被猫抓、被狗追的那种，一直就一这样子，呀呀，每次这样子。我喜欢出去玩，我就感觉出去玩吧，就玩，出去玩，就是出去玩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这天气啊，就吸收一下天地之精华就可以。它呼吸到的空气和我们都不是一个等级的。哦，就我们都吸二氧化碳，我呼吸的是1.81米的那个空气。哦，那我呼吸的是。1.89米，八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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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